好的，第二首呢，要跟各位介绍的呢，也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咱台湾人不是做爱啉茶，对不对？所以呢，咱来为各位呢介绍一首呢，跟闽茶有关系的歌曲。那你敢知我要介绍什么歌？闽茶，哇！想一下哦，就是很有名，早期是刘福柱把它唱红的一首歌曲《三坡雕》。但是呢，今天来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呢是不同款哈，这位歌手呢就领军的哦，他也是对歌唱呢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执着。少年时代呢，听讲对台北比赛比加加屏东吼，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唱歌呢也是一级的棒吼，得到很多评审老师的一个赞赏哦。比赛拢会当恭喜金三名吼，成绩非常的优秀。那么各位非常的期待，对不对？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叶素云小姐为我们演唱这首很有名的歌曲《三坡雕》。谢谢大家好。台语不能等，不过嘛足进步的吼，因为我做领军的二班嘛，咱咧进步啊啦吼，好。